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汪达与巨象，我是老头耶、yeah！ 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讨伐我们的巨象哈。那依照这个游戏的惯例啊，依照我的经验啊，我们今天就来看风景啊，会不会摔死啊？不会。啊，咕噜，怎么一出来马上就有动画了？我发现类似的石碑。请献上你的祈祷，可以干嘛？可以补血。我为什么要补血啊？这个游戏没有生命值显示，只有力气值而已啊。算了，不管，看一下好了。怎么祈祷？阿兔，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右下角是我的血。可以无限补血、欸，这么酷啊！阿古拉，走！啊，我们今天呢去找第二只巨象了。要找巨象还不简单，快点跳啊！笨马，笨马，笨马，给我动，给我动，给我动！嘿嘿嘿！啊，我的虐马事件啊，虐马团体要不要来？啊，虐马团体，我的脚超好笑的，我在干嘛？来来，找一下，下一个在哪里啊？绝对难不倒你！哇，下一只居然在这后面，哦，在这个的下方哎、欸，来，往下走看看，感觉这个古堡后面还可以再往下，这个神殿啊，哎呀，笨马，哦，很接近了，接近了，来，按错，抱歉。阿古罗，对不起。啊，算了，我觉得我自己用跑的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太拖台前了。我觉得我自己用走的还比较过得轻松自在，虽然走很慢就是了啦。啊，哇，这个深井做得很好哎、欸，我还可以看到对面有一个女孩在跟我招手。对不起，我都在脸笑哎。哦，原来这下坡在这里啊。这边有一座桥哎、欸，这一关的巨象怎么打、啊？哎呦，差点摔死！喂，他这个角色好像没有跑步的动作，只有慢跑而已、欸。阿古罗，来来来来，跑一下好了，在哪里？哦，很接近了，在前面那里。哇，太屌了吧！哎呀，对了，这个游戏有拍照模式哎、欸，这样子我有好多封面影片缩图可以拿来做。等下来拍照一下好了，这样子我做影片缩图就好做多了。哎呦呀，地震了！啊你啊喂！来来来，第二只巨象在哪里？出来讲哦。在这里，嗯，不是说海边吗？不是攻海边吗？嘟嘟，我必须要走这么长的一条路，这样子也太长了吧？我以为这次的巨象是一只鱼之类的、欸，结果好像不是的样子，好像一样也是个巨人。啊，它这个巨象不局限于巨人哦，它还有很多很多种类的啊，哦、啊，牛啊，啊，飞鱼啊，都是巨象类型的，哦、啊，不同类型的巨象才这样讲就没错了啊，在这里是不是这个 ？Oh my god， 我不祥的预感，它等下会不会突然起身？中间那颗石头感觉会动的样子，啊，哦。哎，前面这个是不是海边？哇哇哇哇哇！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！在哪里？哦，这么远啊！我必须跑到那个地方去！冲啊！为了拯救我们的妹子，
啊，等到我就打完所有巨像，这个女的就要嫁给我了，就是我老婆了。哦，哦，哦，死狗瘾哎！哇，可以用拍照模式吗？哎，不能用拍照模式啊！启用拍照模式。哎，可以启用拍照模式，也好屌啊！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知道怎么弄。他好像可以去里面设定拍照模式，我现在启用这样子有点慢哦。可恶，没关系，找一个好角度再一次。哦，这是牛吧？这是牛哥哥吧？这一只？哇哇哇哇哇哇！惊兆惊兆惊兆 ！Oh my god！哎、欸，这样不能拍照了，哈哈！进入动画模式不能拍照，进入原本的模式不能拍照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游戏显示，游戏本身，拍照模式打开。OK， 玩家生命、动态、耐力、武器、巨像体力，好。哦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拍了，哎、欸，好屌啊、哦！哇，嗯，有点太远了，不太好。重点是落点在脚底。我觉得我还没擦，我就先被踩死啊！我砍死你啊！这个也抓不到啊 ！Oh my god， 会反弹。他没有地方可以往上爬哎、欸，哦，在那里啊，这个可能要马儿才有办法爬到。哎、欸，我刚被推开了，哦，攻击会跪在地上哦。哎呦，原来如此这般。哎、欸，让我上去啊！啊，为什么没有？哦，毛皮在这里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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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我成功，我成功了，我居然成功了！呀，我成功啦，爬上来啦！你是我的了，庞然大物。休息一下，后面有一个落点。我操！再来再来再来，去死吧！完了，要没体力了，最后一下，不行，撑住！有，休息休息休息，在这边应该是不会掉下去吧？我操！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危险哦！符文消失了，符文消失了。我觉得最后一颗应该在他头上，有没有在这里？有没有？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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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哇 ！Oh no! Oh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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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弄。好，这就可以拍照了。你不觉得这样很帅吗？我要插你！哎！呀！再一刀应该就死了。别挣扎啦！哦耶！狙狙！哇，居然还没这么的硬！牛哥，牛哥，我们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好不好？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，撑住，撑住！啊，只是打一支针，打一支针，忍住啊！我要掉下去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打一支针，打一支针，打一支针，就是最后一支针啊 ！Oh yeah！
大成功，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，盖亦癞蛤蟆也！啊啊啊啊啊啊！轻轻松松解决你。我又要被邪灵入侵了。No！ 啊啊！上下起手，上面被口爆，下面也去了，这样子。然后又被带回来了。好，现在第二个人看着我了，到时候就16只看着我。爆了爆了，要爆了！哦，哈哈，好像饼巧克力脆片哦，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啊，继续。好了，我们的多尔明又要开始给我们提示了。请你说一下，我们第几只？啊，我们第三只巨象是谁呢？下个对手在耸入云霄之跨博沉睡巨人的愤怒，他也是巨人。Clan， 第三只啊，妥啦，妥妥的啦，继续找。找得到的，你放心，我们有我们的尚方宝剑，绝对找得到，相信自己，来吧。哦，那下面那个池，下面那个就可以让我们来补血了。我跳！哦，会扣血啦，高速摔下会扣血。嘿，太棒了！该不在水里吧？反正总之，我们到对面再说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个前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一栋小小的那个什么，很像庙宇的那种感觉，我过去看一下好了。这笨马快一点！哎，哎呀，重置归重置啊，马一就是笨啊，相隔13年了没有变过。啊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好，我现在好奇一下，我去看一下前面那个。哎，我们来看看哦。嗯，什么声音啊？怎么会有啪啪啪的声音？啪啪啪，奇怪的鸟叫声。我上来了。嗯，我驾。哎、欸，哦，是那个蜥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游戏的蜥把它打死，好像可以回复，是可以获得能力最上限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刚刚你们看到那只那个尾巴会发光的那只蜥，把它打下来，你吃下去哦，你的耐力值还是血量会提升的样子，据我所知是这样啦。好不好？不过我们先爬到最高点看一下。嗯，我是至高无上的王者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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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不玩了。看到，看到。嫩，水哦。我们有蜥蜴大餐可以吃了。吃了之后加什么？好像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我哩嘞，哈哈哈。哎、欸，他到底能干嘛、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血量好像也没有变多的样子。追寻发光蜥蜴，成就吗？好吧，我觉得我浪费了差不多 一堆时间在这个地方，跟智障一样。啊，抱歉了各位，浪费了一堆时间。我们走吧，走看看，走看看。哎呦喂啊！哇，到了这里他就不敢动了，是怎样？哦，前面一个很像大平台的地区哦，战斗场面，这地方可战斗。哦，到了，9弯18拐，终于来到这里了，累死。哒哒哒哒，新地区。这家伙藏在哪里呢？
我们要上去那个平台啊，这个我有印象。基本上呢，游进去就好了，游过去就好了。有没有可以游快一点啊？理由有像是溺水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这一关我还记得，印象蛮深刻的。因为这只巨人呢，会拿武器攻击你啊，首批会拿武器攻击的巨人就是他了，好不好？太扯了，太扯了，等下就可以拍照了。照他的特写感觉不错哦。哦，哎呀，洗吧，好，上来了。马不能过来啊，所以说我只能自己过来了。男子汉行动快速的枪和团体。哎，那这边怎么跳啊？前面跳过去抓住。好啊 ，What the fuck you！ 绝对不要失误了。哎呦，好险啊！哦哦，哎，麦克嘿惊呢，这个很恐怖啊！折板跳吗？啊、哦，有，这次上来，这次上来，我们直接在，这可以抓吗？可以。我、哦、上来了，看到那只巨象了，手持金箍棒的大巨象在睡觉，一叠捆。啊！不要吵啦！哦，醒来了！哇！哇，他的脚居然是圆圆的 ！Oh my gosh！ 哇，这个要打很久喽！我的天哪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怎么打、啊？哦！造出你的弱点来，他若显示红色眼睛的话，代表他准备攻击了。哦，我被敲到了。哦，他攻击了。哦，踏着他的武器上来。Holy shit！ 会死人，会死人，诱导他攻击就对了啦。No！ 来得及吗？抓住先，抓住先，抓住，先抓住再说。哦呦喂啊！啊，别别啊！我说别啊！别啊！我也没体力啊，只好用这种方式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站在上面绝对被他甩下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哦呦呦呦呦，可以，我上来了。哦，我在干嘛？我在抖什么东西啊？很会抖、哦。不对啊，我没体力了呢。我现在爬到这个毛上面，意义是在哪里？哇哦！我刚超强的，我刚怎么搞的？哦，上来上来了！啊，没有体力了，隐恨，隐恨，来攻击我，攻击我 ！Look at me， 先拜 ！Look at me。太多照片可以拍了，那副盔甲似乎不堪一击啊！我知道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，我记得这个打法好像就是要利用硬碰硬的方式，让他手臂的铠甲碎裂，敲这里敲这里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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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可恶，敲错边了，白痴哦，敲这里啊 ！Look at me， 敲这里，快点快点，请你敲这里，谢谢，请你敲这里，谢谢。看到我了吗？你有没有很生气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有没有？砰！直接一个反制。啊，你的手应该被震到不要不要的，有没有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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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，呜！哇，超级震啊！可恶，没有弄到。你要震几次啊？哦哦哦哦哦！快点快点，再一次再一次！哎、欸，目标要转向了是不是？快点，上我上，还不让我上来啊？有了有了，休息一下，恢复一下体力。有。往上爬，哇、哦，那边有可以休息的，太棒了！落点居然在那里，肚子那边有一个，哇哇哇哇哇哇！好，应该不会掉下去吧？休息一下，哇哦，差一点 ，OK， 从后面跳跃，后面跳过去。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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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了，大成功，打爆你的肚肚！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要干嘛？喂！哎呀，给我擦！快点给我擦肚子！哎呀，猎巴豆，吃太饱了、哦，都喷出黑油来哦！哦。平常吃太多啊、哦！你平常吃太多了哦。哦呦、啊！哇，这个符文啊，符文消失了。最后一个在哪里啊？完了，最后一个在哪里？这要怎么过啊？你不要咬，你不用咬了。哈林咬、哦。根本照不到最后一个啊！我觉得最后一个应该通通都在头上啊。往上爬看看好了。感觉不太行。哎呦呀！我直接先跳到他的右手背好了。别再咬，别再咬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上来，上来。我驾有我上来了，耶、yeah, ！我知道落点在哪，我猜的，通常都是在头部。哇，卡住卡住，卡条卡条，我快没体力了。哎呀，我哦，有了有了，是不是这里？果然。哇哦！啊，不就好加载？我完了完了，真的啊！呀！完了完了，快撑不住，我要掉下去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我快要摔死了。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勉强勉强休息一回。啊，有了有了，那个啊靠北，要不要重绕一遍呢？没关系，至少我们体力又恢复了 一些。我擦，还不快死！再见！哇，居然没有，声音咪咪，没关系，我准备要终结你了。再见，耶、yeah, ！大成功。
崩溃瓦解。嘟嘟嘟，我还在上面晃来晃去，有没有？哦，唤醒骑士。嘟，那快跑！我靠，为什么每次喷血都是下面喷血跟嘴巴喷血啊？然后之后都是被好像每杀过一次巨象要被刚一次这样子。那我这样我不知道被刚16次，可恶，觉得好像亏本哎、欸。我觉得我亏了，难受想哭。哇，第三个人在看我了。哦呦，天摇地动，第三尊石像爆了，爆！结束。OK， 哦，按住可以可略过，是不是？可略过，好的。原来这可以略过啊。下个对手，翠绿广宽广的大地，引导步置并排之木，傻小。尽管巨大，拦不足去。好，可以了，不要讲干话，按掉。OK， 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回到这里了，杀了两只巨象了，差不多啊。如果下一集呢，如果进入可以更快，搞不好就三只巨象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大概十集内就可以完结了，好吧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影片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欢笑帮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汪达与巨象再见喽，拜拜。